开心到永远，照亮那未来所有的天，一起走向前。开心歌迷会，经典歌曲我全会，你会不会？哇哦！今天来到开心歌迷会的这组嘉宾，真的是了不得啊！对，听听他们歌迷的这个声音，那就知道他们有多火了。是的，他们的新歌啊，这预告片在网上在四天之内就创造了40万的点击率，他们的歌迷遍布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年轻人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来吧，亲爱的歌迷朋友们，再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吧。哇，所以电视机前的你现在还质疑他们的知名度吗？让我们一起喊出他们的名字好吗？他们是 Super Junior， 欢迎你们，带来一首《太完美》。
重新出发的 Super Junior M， 你们好，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M。哇、wow ！今天呢，我们一开场呢就感受到了我们歌迷的热情，是的，还有感受到了你们的活力哈。啊，来跟我们的歌迷朋友打个招呼。这样，我们一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虽然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们挨个听一下你们的声音。这样吧，从周密开始吧。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的中国成员周密，好久不见。欢迎周密。好的，也是我们 Super Junior M 里的一个中国成员。接下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圭贤。哎，圭贤啊，他不仅是很优秀的歌手，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他在韩国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名次，这是很了不起的哦。所以呢，我们在热爱音乐的同时，也要热爱数学，也要热爱学习，大家说对不对？哇，好，掌声送给圭贤，好学生，有机会可以让圭贤给我们上上课哈。好的，欢迎，接下来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M 的殷赫。안녕하세요 스파 주니어 M의 새롭게 합류한 은혁입니다. 안녕하세요. 大家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吗？说什么了？我发现这个 Super Junior M 的歌迷朋友啊，真的是中韩语都已经很精通了哈。好，欢迎我们的银赫。接下来是崔始源。大家好，我是崔始源。谢谢。崔始源，是他是平常讲话都这样言简意赅的，对不对？不怎么爱讲话，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开心歌迷会让他多说几句好不好？接下来我们会卖个悬念啊，让他好好的表露一下自己的心声。好，欢迎始源。下一位。我的亲爱的宝贝们，好久不见，我是东海。好的，欢迎东海。接下来下一位。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Henry。 Henry， 欢迎你。哎， Henry 好像也是一位华裔，对不对？好，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好，欢迎，接下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上民。一句太少了，我爱你们，要的就是这一句。好，接下来是最后一位。大家好，我是韩国成员李旭。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 Super Junior M， 你们好。刚才在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新专辑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首主打歌，叫做《太完美》，很好听。今天呢，在欢迎Super Junior M 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对，一份小小的礼物，一个小小的片段，我们要请他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好，来，一起来看大屏幕。Shut up, sh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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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sh
个是我们的歌迷朋友，他们精心为你们准备的一份礼物。好，他们用他们的这个歌声，然后组成了一个团队，在一起演唱，在一起模仿，在一起分享。作为歌手，你们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是什么感觉？世源，哦，非常心动，心动。所以，我们会努力的。真的。Super Junior 在中国歌迷心目当中呢，非常非常的可爱。我相信他们在中国这么长时间，可能对中国文化也有多少有些了解。对，喜欢吃中国菜吗？我爱中国菜。你最爱的中国菜是哪一个？什么什么？火锅？不是火锅，麻辣火锅。麻辣火锅。你不怕辣是不是？麻辣。麻辣。一定要辣，就是怕不辣。哎，我想问一下，那各位在去吃中国传统的这个火锅的时候呢，现在经常去吃的时候会有那个有一个抻面师傅在旁边展现他的舞蹈技艺，并且在抻面，见过没？有没有？我非常喜欢呢，就那种喜欢。对，因为我们中国呀，对这个吃哈，不仅要讲究味道，就是你的舌头感觉到它的味道，而且呢还要让你的眼睛感觉到很愉悦，而且还有舞蹈在里面，视觉冲击。对，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还要有抻面。都见过抻面是不是？见过。见过了、见过就没问题。我非常喜欢这个舞台表演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啊，就始源会必点的就是那种就是面就甩的那个面啊。那我们等一下就专门整始源好了。好了，接下来这个环节啊，我们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师傅。对，因为我们现场呢不能把麻辣火锅拿上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抻面的小伙子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抻面大师。有请。这位大家可能也不陌生，参加过开心词典，也是我们的选手，抻面大师。哎，你这就是，这是真的面，面已经带上来了。哇，好吃好吃，所以好吃。那始源你吃一条，现场吃一条。生的。一会儿。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先让我们的抻面大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抻面技艺，大家想看吗？来。太厉害了，这要熟了我就赶紧吃了。你刚才看到没，你在称向他们每个人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我觉得龟贤表现得最可爱了，张着大嘴想吃一口。还有想吃的啊，怎么样，想不想挑战一下？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银鹤来试一下。因为银鹤跳舞特别的好嘛。